因为你们调什么颜色啊等等一些东西呢，都要进行要了解一个叫做比例的。对 ，OK， 那先给你们分享一个叫做比例。比例呢，也就是说的我前天呢分享了，对吧？一个叫做黑，从黑开始到达一个蓝，蓝完成呢，再叫做称之为叫做一个紫，紫完成了之后呢，再称之为叫做一个红、绿，能理解吗？红、绿、橙、黄、灰。这个能理解吗？它一共是这些色素量，能理解吗？而呢，我从这边写的呢，这个黑色素色素粒子是叫做一个18000、6000、4000、4000、3000、2000、1000。这个能理解吗？也就所说的，从它的大呢，要开始一步一步慢慢上小。这个能理解吗？从它的大的一步一步向慢慢向小。 OK， 如何开始给它算出来？那么呢，你加几分几分？刚才呢，是不是叫做一个红加黄啊？红加一个叫做黄，对不对？等于叫做一个橙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也采用到的一个红的情况下，色素是不是4000？而黄的色素是不是叫做2000？我红的比例呢，是不是1:几啊？这就是一个4000，这是一个2，是不是叫做1:2啊？2:2得4嘛，这个它俩产生叫做一个正常的比例，也就是说的这个是一份，这个应该加两份，它俩等于出来叫做一个乘，能不能懂老铁们？能不能听懂？能不能理解这个关系，老铁们？能不能理解？这就所说的呢，这些东西红加黄等于叫做是一个橙。OK， 再看第二个啊，再看第二个，好吧？第二个呢，也就所说的一个黄加蓝，对不对，老铁？刚才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了，我调配的那些东西，黄加比一个蓝的情况下 ，OK， 我先考你们一下，这该加几分？这该加几分？这个能不能听懂？这个该加几分？这个该加几分？它俩是有比例的，能理解吗？没加我微信的呢，可以加我一下微信啊！加我微信，免费送你叫做一个线上课程，能理解吗？线上课程，比如你现在还不会涂抹的、杠的还不会卷的、造型几种手法还不会的、剪裁的还不知道怎么剪的，那你加我微信就 OK 了，我免费送给你视频，好吧？是不是它这个黄是不是叫做一个2000？蓝是不是叫做一个8000？对吧？也是不是叫做一个蓝是叫做一份，而黄呢，它就叫做一个4份。这个能不能理解？而不是叫做一个1:4啊，是叫做一个4:1。因为黄色素呢，它就是一个少的，而蓝色素呢，它是叫做一个大的。这个能不能理解？也就所说的黄比蓝，也就所说的称之为叫做一个4:1。这个能理解吗 ？OK， 这就所说的是不是叫做一个红加黄，红加黄，黄加绿？这个等于什么？这个称之为叫做等于一个绿。这个能理解吗？也就所说的数字越大就开始代表什么，可以盖深叫做下面的数字。刚才我是不是也就所说的图料看到，如果我把黑全部的盖进去的情况下，也就所说这些颜色都等于黑了，这个能理解吗？这个能不能理解？ OK， 我再开始讲到一个叫做红加蓝，红比一个叫做蓝等于叫做一个紫，刚才我也相加了。 OK， 这个是该几:几？红的呢，也就所说的是4000，而蓝呢，色素是8000，这个是几:几啊，老铁？几:几，老铁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，老铁们？几:几？我看一下几:几。我看一下你们棕的色素分子量是叫做一个在7000，能理解吗？2:1，对。也称之为它的是叫做一个2:1，因为2:2、2:4得8比一个8车，也就是说8:8，它俩称之为才叫做一个1:1。这个能不能现在已经分清了？没截图的呢可以截一下图啊。最重要就是这些数字，能量吗？最重要就是这些数字，黑呢是10000，蓝呢8000，紫呢是6000，红绿都称之为叫做4000，橙呢3000，黄呢2000，灰呢1000。这个称之为都是每人必要背过的，能理解吗？你背过的情况下呢，就所说的提问你的情况下呢，所说的都知道了，能理解吗？
没点亮的呢给我点点亮好吧，没加入粉丝团呢可以加入一下我的粉丝团啊，粉丝团呢这几天逐渐的是往下掉，掉就掉吧，对这玩意儿也不在乎。 OK， 这些东西往下来。 OK， 那刚才我是不是给大家要说的是一个叫做